所以声音是有啊。灭从色就是从境界开始，从外面一直慢慢深入到内心，所以从色开始，从色慢慢色解决之后，再解决受，再解决想行识啊，那，所以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嘛叫做理顿啊，灭从色处，这嘛叫做世间。啊，现在那理顿呢？的因为吼，种子跨的境界吼，马上知道无，马上知影无相，无相。一知影无相吼，你就肯放下，所以迄叫做理顿。啊，再来呢？这种子要变吼，都要依外口的业吼，慢慢消消消消消完吼，种子一旦完全真空，安尼才算作解观。所以在修正从空上哈，是要见识的，不可能顿的啊。所以这个是哈，这个是种子跟境界的依啊。那这个呢，这个是境界跟种子之间的解决啊。啊，安尼咁听。好，这个是事嘛，事是种子对境界理解是顿的。啊，若要消除这个业吼，那是啥？那是境界吼，从外面的境界慢慢的减，慢慢的减，减到内心才能完全证空，所以事上是见。所以理顿的原因就是从种子理解境界顿，了解境界吼，缘起性空，对法啊，所以。理解境界缘起性空吼，这是顿啊。啊，过来，你若要把你的念吼丢掉吼，安尼都要依境界来，慢慢啊。我们说从浅，境界是比较浅的，内心是比较深的。所以种子跟境界的关系吼，要了解。你哦，内心先了解法空啊，了解法空了吼，咱的内心开，慢慢啊把业消掉。哦，所以底下顺着讲到这明年的问题。明年这个问题啊，明年讲的法空，明年就是讲咱个佛祖讲的话啊，佛祖讲的话，予咱知影讲法空啊。过来，唔是这个法空哦，予你的心灭掉的，是这个法空哦，予你了解境界是性空，然后你的心哦才愿意慢慢放下的，安尼咁听。所以不是靠佛祖的话吼，和你的心健康的啦，是因为吼你了解佛祖的话是外境是空了吼，啊你心吼家己愿意放下的，啊安尼咁听。所以不是啦靠理解和你的，不是靠明年和你的心空的，是靠明年的了解了，和你的心吼家己愿意放下的。安尼到底是他多还是主多啊？他次都有了。所以会要修行的人吼，就是讲你除了了解以外，你还阁去行啦。你若干那了解，不要要行吼，安尼就是干那概念，这业我都消掉的。所以有一挂修行人吼。拢干那伫文字上的理解吼，无实地去行菩萨道吼，你讲伊我都健康无？无可能啦。
吼、哦，所以我毋只吼，无啥介意人诶学术诶研究啦，我无啥介意。学术啦，学术诶研究我是无啥介意。吼、哦，但是毋是学术诶研究无帮忙啦，有啦，有帮忙，有帮忙是帮忙你解啦。但是行你若无行出来吼，同款是你会盲目诱导。哎，安尼咁，还咁听？你若干，你干那理解无是第一行吼？安尼你会盲目诱导啦，盲目诱导，你会人传掉去，当作安尼，就算作已经健康啊。其实，迄干那理解尔啦，迄业也够足重个。吼、哦，所以我讲一个法师要起来领众，要起来引导人。修行哦，一定这个法师哦，还是得去行。不是讲哦，这个学术的研究我拢通，安尼表示这个人已经真空，安尼伊会引导错误去，会予人误解讲安尼叫做修行，安尼就差太远个呀。听，你敢听我讲的意思？身作则，所以你要上台的人吼，你要断淫呐。你若上台的人，你无法度断淫哦，你就莫起来讲话啊。这是作现实的问题吼，因为未使跟他概念。你这行要行出来呀！啊，无吼，这道理吼，高讲的人足多啦，但是吼，真正我都放下的人吼，找无几个啊。所以经文内底讲哦，发菩提心者多啦，成果者什么少？啊，啥那少，行不出来呀。哦，这恁这都要彻底了解了，你才知影讲我要哪行较对。未使甲讲啊，讲归讲啊，做归做，安尼未使，安未通啊。你讲是干那理解尔啦。所以这伫这个部分叫做破分别执，伫这个部分叫做啥？破俱生我执。所以唯识学有二执要破，一个是破分别执，一个是破俱生我执啊。安尼才是真正有修出来哦，因为理顿吼，理顿那是干那知尔，知不是叫做已经通达。知归知，还佫会倒头知的啦。吼，所以都爱行出来叫。伊行都毋是，行都毋是顿啦，迄一步一步行，迄足踏实去行，迄界定会足注意去行，安尼哦，较有机会健康个啦。哦，所以即款个观念叫做做中观啦。哦，我拄仔讲个因中非有非无果，啊，即款个行。叫做瑜伽行，所以有观、有理解观、有行的证据啊，这是因呐、啊，这因呐、啊，这是果、啊，因果啊，这个是因呐、啊。因为种子嘛，吼，种子在因呢，啊，啊，从自见一直除到内心种子完全断，啊，那是果，啊，因跟果，啊，所以菩提，咱常常会听人讲啊，你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吼。较无听人咧讲吼，你要发涅槃心，吼、哦，
是怎樣？因為菩提心是因啊，啊涅槃才是果啊。所以咱听到拢听到，你要发菩提心，你较无听到人咧讲啊，你要发啥？发涅槃心，毋捌听过啦吼。这是菩提心呐、啊，涅槃果啦。哦，所以这两段哈、哦，这两段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讲这种子跟境界之间的问题。哦，这是介重要的哈。哦，所以不是靠名言来让你的心正空的，你若靠名言会当让你的心正空啊，安尼吼，遐学术研究的学者吼，嘛有法度成佛啊。但是吼，干那学术研究吼，无法度成佛的呀。遐实修上佛祖安尼才有法度成佛的呀。所以未使干那学术研究啦。哦，这佛法不是在让你用研究的啦，佛法是在让你脚踏实地去行的呀。哦，研究是让你先了解而已。哦，所以净空不是明年让你净空的，是你了解明年里面的法，啊，你心愿意放下，这样净空的啦。哦，所以听了不是在那边走，这样叫做我都正空嘛，也就是这样叫做佛法，那也不是佛法啦。所以你听回来之后要实地去走，那才有准绳的。哦，所以听是一个初步的功夫而已，但是没听就不行，因为上礼拜就跟大家说有四法不能缺啦，清净善事、听闻正法、如理思维、法随法心，这不能缺的。这四项不可以欠。哦，这也很有意思的，应该是这样写才对啦。变过来写好像没写对。哈，是好，这是这个才对啊，这个才对啊。这个是正边较对啊，倒边较对，正边较对啦吼。啊，所以意思来讲吼，心吼爱先会合吼，啊合甲合袂起来啦。吼，心啊未合要先合吼，迄无啥可能，所以爱记是这边的，毋是这边的吼。像合的是相应啦，啊相应的瞬间合袂起来，无相应哦合袂起来啊。所以根尘是合合什么处啊？所以要和和没下下豆变呀，是和和啦吼，心和之后，心相应之后合起来的吼，啊，因为和和处啊，一年会合嘛吼。